首届进口博览会的最大展品金牛座龙门喜昨天完成了龙门构架拼接，预计将于下周二提前安装完毕。从查验、通关、运输到馆、开箱、清洗到预装，这几天中国协作团队的工作效率让从德国来的装配经理频频竖起大拇指。快一点点啊！在国展中心，龙门喜连接梁开始起吊安装，连接梁与机床连接准备嵌入。15分钟后，连接梁与机床平稳相接，整个龙门构架初步形成。Fast, very fast. Yes.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help. It's very, they're very good and very fast. The whole machine is finished. Yes. I think on next Tuesday.从开箱工作开始，中方团队就多次给出优化方案，比如集装箱不用把四面板都拆开，采用拆开底板之后直接起吊箱体的方法，节约了好几倍的时间。如果这么多箱子的话，按照他们的开法的话，我估计是要5-6天、6-7天的时间，很紧张，而且吃人工。按照我们这样的给他帮忙，只要1天功夫就可以给他全都开完。德方装配经理马丁曾经有过担心，速度上去了，精度会不会有问题？但是协作团队考虑得很全面，原先德方要求用一台吊车安装立柱，中方改用2台，起吊更稳更快。马丁在现场不止一次地对中国团队竖起大拇指。China speed is good,